起床了，草莓姐姐，听说你的妹妹昨天流鼻血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，因为我妹妹啊有一个喜欢乱挖鼻子的坏习惯，昨天一不小心就用手指挖破皮了，流了好多血哦。啊，乱挖鼻孔啊，真的是很不好的习惯呢。可是柳丁哥哥，既然鼻子不能乱挖，那如果我妹妹的鼻子里面有鼻屎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就要来问看看小朋友哦。小朋友，当我们的鼻子里面有鼻屎的时候，应该要怎么办呢？这里布告栏有三个提示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个提示是，可以拿尖尖的东西来挖；第二个提示是，请爸爸妈妈来帮忙；第三个提示是，请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帮忙。小朋友，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？那现在是跳舞的时间，小朋友赶快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动一动，待会儿再把答案告诉你哦。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别坐下，赶快继续跟我们来唱唱跳跳，下一首歌更过瘾哦。Baby baby， 我的孩子，有像爹地的小鼻子。爹地爹地，你的肚子是我舒服的椅子。亲亲我的孩子，脸上写满笑意。宝宝你的肚子真开心。看看你小小脚步慢慢加快速度。拉
手保护我们这幸福的队伍。Baby， 我的孩子，快来听听爱的故事。Daddy， Daddy 说的故事，快乐陪我一辈子。亲亲，我的孩子，心中满是甜蜜。宝宝，你的肚子真安心。看看你。小小脚步慢慢加快速度，拉着你的大手保护我们这幸福的队伍。不够啊，赶快跟着西瓜哥哥一起跳舞吧 ，Let's go！鼻孔里面有鼻屎的时候，应该要怎么办呢？是用尖尖的东西去挖，或者是请爸爸妈妈帮忙清理，还是请耳鼻喉科的医生帮忙清理呢？正确答案有两个哦，小朋友可以请爸爸妈妈来帮忙，或者是可以请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帮忙哦。因为啊，我们鼻子里面的皮肤很脆弱，小朋友如果拿尖尖的东西往里面挖的话，一不小心啊，可能就会受伤流血的哦。而且我们也不可以用手指头来挖，因为坚硬的指甲很容易刮伤鼻孔里的皮肤，这样鼻子是很容易受伤的。
所以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请大人来帮忙。小朋友可以请爸爸妈妈先用温水来软化鼻屎，然后再把卫生纸卷成条状，像这样子沾一点凡士林，这样子啊就很好清理鼻屎咯。小朋友一定要记住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